这片树林不错。哟，宝贝，我来了！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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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嘿嘿嘿，这这这这这这，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大功告成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还要走很远才能到家。站住！别让他跑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狼！救救我，有猎人在追赶我。是这样啊。快追，那只狼朝这边跑了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其实啊，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人，救救我吧。我很乖的。这个看起来很可怜的样子。好吧，你快躲到我的柴车上吧。柴夫，你看到一只狼跑过去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大哥，我们再到前面找找。好。猎人走了，你出来吧。真走了。终于可以放心了。就只有他一个人，好久没吃人了。帮人帮到底，我还没吃饭呢，不如你当我的晚饭吧。什么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先生救我呀。怎么回事啊？先生，我救了这只狼，他却恩将仇报要吃我。哦，这样啊。哼，既然都帮我了，那就再帮我一次，让我吃掉，不行吗？狼说的对。什么？你看，他都说我说的对，你就乖乖的被我吃掉吧。对待狼就应该用棍棒。东郭先生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做任何事情前都要多想想后果，做人不能不分善恶，滥施仁慈，不然会纵容那些坏蛋害人害己的。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吧？